好，今天呢是大年初五，趁着大年初五呢，还是再出来玩一下好了。那今天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碧潭哦，大家明天相信就开工开学啦。从电话亭里面出来会不会变超冷啊？好，那新的年度开始呢，当然也要有新的这个年度计划哦。其实罗卡呢，今年度最想要完成的就是这个10万订阅的部分哦。当然，如果能够越早达成越好，非常希望能够在这个 Google 的年会上面啊，可以看到像刘佩啦、众多的这个 YouTuber 等等的。虽然呢，这个要完成目标，可能需要靠这个每日发片哦。期盼今年度能够顺利的日更影片这样子。那么呢，相信大家应该有看到罗卡昨天买的这个 PS4 Pro， 今年度的话，可能就是会目标至少150支片是做这个游戏的相关部分。那目前的计划呢，是 Switch 依然是为主啦 ，PS4 的部分呢，就是会来做一些比较大型的，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别的作品啊，来去做这个开箱。那这些关于 YouTube 的目标呢，当然是要来靠正在看影片的各位观众呢，就是要靠你们的力量才有办法达成啊。所以呢，也要在这边先感谢目前为止应该将近6000订阅的朋友们对罗卡的支持跟鼓励。真的，罗卡在这边感谢你们，也先祝大家这个开工红包可以领得很大包，开学呢也可以有这个快乐的一个新学期这样子哦。那最后呢，由于目前罗卡现在是呢有 Switch 跟 PS4 的主机哦，有非常非常多的游戏在等着罗卡可以慢慢的一一做开箱介绍，也等着罗卡在这个游戏的世界里面去做探索这样子。相信各位玩家呢是比罗卡还要更有经验的，也欢迎各位玩家呢在下方可以推荐给罗卡，就是这个 Switch 跟 PS4 的相关系列游戏。那有什么比较想要看到的游戏呢？哦，当然越多人留言呢，罗卡可能就会越快去拍这一支影片。那就先这样啦，欢迎大家留言。今天的影片呢，差不多到这边就结束了。喜欢我的影片的，记得在下面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，也别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是罗卡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那过年的这些 Vlog 影片呢，基本上就到初五这里先告一个段落了。接下来呢，还会有更多的开箱影片跟一些游戏的介绍影片等着大家。记得订阅，记得分享，拜拜。